好，那么法令条文我们看到应该是很严谨的字斟句酌的法令条文，竟然被这样很粗糙的玩弄，突然半夜拿出来通过了三读了，然后呢隔了一两天发现漏了一个字，现在呢临时会可能又要再拿出来重新再修一次，行政立法彼此之间又互相的推责任，你的观察是什么？我们刚刚骂了很多行政院，说了很多他的东西，但是我还是要讲一下立法院的部分。就是说立法院叫做立法院，就是说我觉得立法院他不能够讲说建立的心情，就是说啊，这个其实是行政院提出来的东西，我就没有责任。嗯，立法院当然有责任，而责任非常的大，因为这个法案本来就是你必须要去字斟句酌去通过的东西。像这样一个重要的法案，照理来说，至少在立法院要有四个委员会来联席审查教育、内政、司法、法制、财政联席审查，可是没有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？就因为没有联席审查会，没有专家在里面看，就是几个人密室协商就过了。而且这样的法案其实在立法院比比皆是，就是说大家这个法案，变成说大家每个法案都是拿出来论斤称量，就像我们刚刚讲那些法案，就是说年金案、正所税案，提或不提都要四个党团来签字。所以说这样子一个情况，将来就是说好，那大家不想大家知道，但是可以拿出来论斤称量的东西，我们就在密室里面讲。那密室里面讲，大家就没有专家看嘛，没有专家看就变成乱过一通啊。然后另外的话，现在立法委员现在素质也不如以往，以前立法委员人数比较多，总是有一些是比较好的，是，但现在就是说只有100多个，大家都是顾选区，其实专业的立委是越来越少了。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，你们能够怪说行政院提来一个东西给你吗？你假如自己立法的能力够的话，你需要行政院去做这个东西吗？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立法院自己要检讨。当然今天这个东西大家共同承担了，我说大家是立法院跟行政院啦，不是我们，就是说他们要共同承担，是，就到底要怎么解决，我觉得他们一定要想出一个方法来，不然大家是很看笑话。我觉得大家付钱，对呀、啊，大家现在每天都在看笑话。他们薪水都对，他们的薪水都是我们付钱给他，就是他们闹笑话给我们看嘛。纳税人的血汗钱啊，我们不想要再看笑话了。对，我们要看喜剧，去看电视，看大闷锅就好了。我们不需要看，更何况这不是喜剧，应该是个闹剧。对，换句话说，我们真的要讲讲各位立委们，包括我们的行政团队们，也就是这两大行政立法，你们都要加油了，不要再让民众失望了。谢谢光临到现场，谢谢主播。